方丈，看院扫完了。不行，再扫。方丈，扫了三遍了，没东西可扫了。再扫。方丈，小和尚，这院子扫不干净吗？师太。 扫了三遍还说不干净，啊，这就干净了。把院子扫干净本身就是执念，了心，还不谢过师太点拨。多谢师太，凭你有一事相求。阿弥陀佛。 相识六十余载，终究到了分别之日。又到了诵经的时候了。这个世界是美好的。
奉旨拿人，呈送，交出兵符，上前伏法，否则。 高俊雄，把我跟你结义一场，你居然投靠了严党，庄靖王后，我跟你恩断义绝，我跟你恩断义绝了！文道，文道，带过来。 文道，因为不肯交出兵符，程家大公子的舌头已经被割下来了。程素，马上交出兵符，可饶程文道不死。哈哈哈哈哈！大人。 谁说可以饶那小子一命啊？嗯，明大人，程家所犯之罪，尚无定论，如此赶尽杀绝，恐有不妥。哪儿不妥？我看是你高大人心里有点不妥吧。 孩子，咱们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我是走不掉了。你们快走，杨秀，你也走。程大人，现在是杀身成人之时，我不能单身啊。孩子，留住命，去找李王爷。 程家不能亡，要活得有价值。记住，用火雷带二少爷快走。是。兵符在此。别火雷。 大人，禀赋到收。真是好久不见呐，大哥。 当年咱们拜把子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当年不是说患难与共，同生同死吗？还记得吗？结拜大哥出卖结拜兄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我知道，我曾经做了对不住你的事情。 现在只有一个请求，别杀那孩子。放开！如果你杀了那个孩子，我要你知道出卖兄弟的后果。 杀了那小子！如果他不杀，把他们全都杀了！是。
你这个小人，枉我们兄弟三个结义一场，你还是大哥吗？你还是你三弟啊！ 同年同月同日死，皇天后土，十殿死心，背义忘恩，天人共戮。继承哥年龄最大，他当大哥，我是二哥，文道最小，就当三弟吧。 真的什么都没找到吗？这个时候还是谨慎点好，不是吗？ 剑雄，我在问你呢。属下跟随千户，追进树林。
千户正要上前拿城门道，突然有人阻挠，属下想放箭助千户一臂之力，箭不慎射偏。你再说一遍，当着大人的面，你还敢撒谎？行了，我是在问你们到底谁救走了城门道。当时属下离得甚远，没有看清。 你有百步穿杨之能，会看不清楚。大人，我相信他们看清楚了，因为他一直瞄的也是我。你是不是也想让你爹跟程素一样，被满门抄斩呢？大人，放了城门道吧，程家已灭。 他只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杀他实在是没有必要。总算说实话了，振雄，你是个重情义的人，我知道，我也是。但你要记住，越是重情义，越是会被情义所伤。起了吧，谢大人，把他带上来。 把你刚才对我说的话，对这二位大人再说一遍，你就没事了。小少爷从小身体有病，每年都会有少林寺的僧医前来照顾。每隔6个月，那位大师总会和小少爷见一面。够了，拉下去砍了！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你说过不杀我的。 我最恨叛徒，这么说是和尚，是和尚，大爷。通知下去，咱们去少林。建雄，多带些人马。另外。 方丈最为娴熟，我费了半天的劲，把程施主抬来了。方丈，是救还是不救啊？我比你更懂得什么是救人。我佛自有慈悲之心，哪怕就是鱼虫蟹虾，危难之时也当出手相救，何况是人。 我少林剑寺已有千年，到如今已经是风雨飘零。如果为了救一个外人，少林寺败在我的手上，让我有何颜面去见历代方丈，开罪严党，事关少林存亡，恕老僧不能擅自做主。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 方丈平日里可是这样教大家的。我救他，谁来救少林？<笑>看来这佛法也是有变的。堂堂少林方丈，只顾身后名，不顾眼前路。我看着少林的路，走不远了。
陈家一家32口，除了程文道，都被我杀得干干净净。 20多年了，大仇得报，但谁都知道斩草必有除根。我听闻你和程家依旧是藕断丝连，而且和这个程文道关系很是密切。那我就想问问。 你不会正好知道这个程文道，他在哪儿吗？快，你们几个去这边，是，谁来跟我来。是，抓朝廷侵犯程文道，每个房间都要搜查。你，还得走了，过来，过来。 快点，快点，把头抬起来。你，我看看。对，我可告诉你，他是朝廷侵犯，你要是窝藏了他，宁施主，喝药吧。 罪过可不小啊，明施主，你真的快乐吗？头抬起来，过去，来这边，你过来，过来。 站起来，过来！不是我让他死，是他自己找死，他自己把自己害了。阿弥陀佛。 拜火见过方丈，我还以为方丈会躲着不见我呢。明施主言重了，老僧并无此意。没有最好，这个拜火师傅一直在跟我争上，帮我劝劝他。拜火啊，这朝廷侵犯的下落。 你要是知道，就说出来吧。白活，你难道没有看到吗？这满寺都是官兵，处处都是哨卡。这样子下去，这佛门清净地还叫佛门清净地吗？白活以为，只要心里干净，佛门清净地依旧是佛门清净地。<笑> 这拜火师傅果然有一套，连方丈都奈何不了。剑雄，在。你告诉他们，那天在河边树林，这和尚到底救没救程文道啊？好好想想。
白虎师傅，说吧。瞒都瞒不住了，还是说实话吧。<笑>是，我救了。早说嘛，认了就好啊。人呢？死了。尸首呢？埋了。埋在哪儿了？山野间。 山野间呢？好个山野间呢！启禀大人，药局中所有禅房均已排查，未曾发现人犯程文道。好啊，都在跟我撞上。既然如此，信不信我能一把火把这儿全烧了？明施主。 我少林寺千年古刹，岂能为朝廷侵犯付之一炬？我想这个道理，拜火师父不会不明白。据我所知，这药局内还有一间禅房，明施主未曾搜查过。 如果此间屋内仍无逃犯，那么我想，此人不在我少林。哪间禅房？剑雄去看看。 我是通三，我刚才在床上睡觉，不小心就掉下来了。方丈，看来我得信。 这程门道真的死了。程门道真的死了。证据呢？<笑>不用证据，就像明施主的前妻沈梅儿一样。 你当时一口咬定他死，你证明了吗？出去！你们都出去！ 贫僧为何不敢提？不许提！不许你提！当年他死就是我亲手埋的，你难道不明白？程文道的死也是贫僧亲手埋的，难道明施主不明白吗？好，算你狠！我告。
我告诉你，程素已经三十多口的死跟我没关系，完全是他自己害的。如果他老老实实做人，不惹是生非，他不会死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啊？他不光把自己害了，连他的准亲家荣顺王李明玉都被他搭上了。不过我还是很慈悲的。 这个李明玉这几天如果不上折子，我还能放他一马。但我看他还是不老实，王爷又如何？灭门照样一个不留。 方丈果然是明理之人啊，有你坐镇少林，严大人也能放心了。嵩山果然是好景致啊，说不定有一天本官告老还乡，就选在这儿休养生息了。老僧随时恭候施主光临。 走了。去去，大人，有何吩咐？程文道真的没在里边？是。 别以为留他一条生路就能换回你的良心。你想过没有？程文道不死，他会放过你？良心，这世上最没用、最危险的东西，就是良心。 好了，让他自生自灭吧，也许你会心里好受点。什么时候你能拿得起、放得下，你就成才了。承蒙大人错爱，错不了。梁武在，快马兼程速回南京，李王爷那边可得防着点。另外。 绕点远，从官道走，也许会有意外收获。是。 杨秀。
参见王爷君主，杨公子。 启禀王爷，程家上下32口均已遭到严党诛杀。程大公子，程大人均已遭不测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一夜之间就家破人亡了？程大人临终之前交代过学生，一定要替程家昭雪冤情。程家可以亡，但要亡得有价值。 学生苟且偷生，弃义不顾，就是为了能活着见到王爷。替程大人完成心愿。完成什么心愿？王爷可否还记得，当年和程家结盟联姻，共抗严党，辅助名师的誓言吗？ 程家就是为了守住当年两家的誓言而惨遭严党诛杀，您一定要替程家鸣不平啊，王爷！杨公子，起来，起来说话。请王爷答应我。 既然你不肯站起来，也不肯进屋，那就走吧。爹，晨晨。 吓死我了！哎，那说今天那个人，他有没有发现程大哥呀？那么发现的吗？那谢都替他练伤了。别闹，那恁说他发现了？不要闹。那他为啥没把程大哥抓走啊？朋友呗。哎，外边的朋友嘞，那要真是朋友，他会带兵来抓他。切，那就是坏朋友嘛。那朋友哪有好坏的嘛？ 那儿来的好坏了吗？方丈要是真的不救，那这少林寺，我看真的要完了。我又何尝不想救他？除非…… 除非有关海大师的法旨，方能定夺。关海大师在达摩洞面壁20年，少林寺里也只有你有这样的资格进洞请旨。那就请你跑一趟吧。贫僧自当亲自入洞请旨，谢方丈。 那一座庙有多大？
早已死海未嫁。